哇咔咔！没想到这次联机我竟然是第一个呢。这次的隐藏地点竟然是和牛餐厅，来看看躲哪好吧。就躲草丛里吧，不怎么容易发现。我躲好了。哇咔咔！第二个是我耶，我有忍者壶，就跳上去吧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跳不上去呢？再来，好像是跳得太慢了。算了，再跳一次。预备，开始跳！好像跳快了。我就不信了。终于跳上来了。我躲好了。哇咔咔，我竟然是第三个。不过我真有钱，我竟然买了爱丽丝服。哇哈哈哈哈哈哈，那我就变小躲书里吧。我躲好了。可怜的我居然是第四个。我该躲哪儿呢？这儿不会太明显了吧。我也是穷人呐，没钱买衣服，要不就躲这儿吧。我躲好了。已连麦。一号小姐姐，你在哪？我在树里面。二号小姐姐呢？你怎么不说话？那三号小姐姐呢？我躲在了樱花树里面。四号小姐姐呢？我在和牛餐厅的后面。不，他来找我了。他死了。我躲在和牛餐厅的上面。他发现我了，他居然可以用喷气背包。什么？他死了？才刚讲一句话呢。对呀，倒计时开始，3、2、1，两位玩家获胜。